Hello Kitty 的世界。Hello Kitty。Bonjour。Hello Kitty， 法国给你什么印象呢？感觉超棒的，我学了好多法文单字。哦，学了哪些呢？快松、马卡龙、éclair、quiche、baguette、巧克力。等一下 ，Hello Kitty， 你会的单字都是食物哎。对呀，因为这里的食物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。说的也是，听得我都肚子饿了，来吃点心吧。好呀。